哎，对个人的学身份、学术地位的傲慢心。咱这边来，两这边来，服务众生，服务世界，做众生仆人。啊，咱是查某囡仔，咱是小奴隶，和为对方供养、尊敬。哎，这一点我在机场时间很多，我发觉机场很多人就比较高尚啊。我看诶，我这些商务舱诶，哦，迄面安尼行起都无共款啊！而且我商务舱诶，我头等舱诶，安尼，因为人是凡夫，你要给他坐头等舱，伊迄面都变啦！我甲你讲，大家都一起在做义工，没事，你封他为会长，会长的庇荫啊，业障的现前啊，开始就丢魔啊！因为我做会长了，在做居士的时候很谦虚，人家叫。师父阿弥陀佛！哦，我臭普摇啊，我臭普摇，我是师父呢，化当化衰，看见没有？但是我想各位，佛教不一样，佛教给你任务，给你做会长，给你做住持，是要我们去戏啊，去服务众生，把人心挖了，要卑下，要恭敬，而不是说化当化衰。所以咱做义工，不是来指挥别人什么事情啊。咱做义工是爱好好啊，你毋捌，我带你捌；你做毋对，我客气甲你讲，会使，而不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指责对方。要各位要有这种永远做新人，永远我都不懂，永远我做菜鸟啊，不需要显现老练在别人面前，这不需要啊。再来是无杂乱心。当然，我们要保持杂乱，保持悲心，保持平等心，保持空观心，啊，保持无染浊心，这个叫保持，叫不杂乱。以这样子的心去念大悲咒。当然，各位大悲咒两句啊，也要背啊，也要背，你就很少用念头了。但是念头还要永远记住啊，不管你要背不要背，那你这个念头你要一直注意。我念大悲咒是为了大慈大悲。我对待所有众生平等，所以我还是鼓励各位啊，把这十种心多念几次，念到背起来，背起来以后，从我今晚的供，你也不要认为深或浅，我也不觉得深或浅，我刚刚我所知道了、体悟的，跟各位报告，这样对错，那无所谓，但是我尽力了啊，那对我来讲很重要。那各位也用这样的心，去给别人解说。就是念大悲咒的心态跟愿力，变化个，其实这个心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态。你要入观音心，你要入地藏心，你要入阿弥陀佛的心。我想这些经就叫我们，你把这个心合起来叫密，我都讲诶，三昧保持在这个状态。所以你今天也要背大悲咒，那你这个心一定要做得很圆满。再来。是无见取心。什么叫见？见就自己的见解，而不是正确的见解。我认为家财不好，我认为死都不煞，不轮回。啊，我认为安，我认为安怎？这个见，把自己这个错误的，个人都要变。啊，取，我都不爱帮，我不爱接受别人的意见。哎，念咒不好啦，家财不好啦，心肝好就好啦。啊，心肝好一定会食菜啊！你食菜无一定好心肝，所以，但是各位千万不能用自己的肤浅的个人的我见，而且还特别一人好压，解人了好压，心他管他这个取心执着傲慢就很强。你讲一面牙一样啊，你讲一个跟叫砖头呢，像刚刚皇帝讲你唔对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学佛要站在佛的思想来看待世界，所以要有佛的正知见啊。最后是无上菩提心，那就重要紧啦。两代比就是为了要幸福，两代比就是没有众生幸福，两代比就是没有经过宇宙世界能变成净土，所以要有这个承担，而且无上菩提心。
是堕对所有一花一草一木任何一个有情的生命的责任。干那咱的囝咧破病，咱的老爸咧破病，迄是咱的责任。钱甲开完，嘛要甲你救起来。那无上菩提心太伟大了啊！所有的轮回生命，拢是我个人的责任。我一定要让每一个生命开悟幸福。无上菩提心，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心再伟大的了。那咱学佛就学这个心，所以简单，从大慈悲心到无上菩提心，那来对咱来准什么心？所以佛陀说：“是故知如是等心。”当然，这等不是光这十种心啦、啊。《华严经》讲了52种心态。那各位，你再看《优婆塞戒经》，更多菩萨应有大悲心，32大悲心，32成就菩提心，乃至各种各种。那你读入这样，对你越有帮助。但是别说卡碟佛经来对，我一直强调，你要把它用到上面来啊！读一遍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我们就要显现释迦牟尼佛的心态、生活、行为，对人生、对世界的态度。因为我读过佛陀传，佛陀传就是我们西游记的意思了，每个人要找到西方开悟成佛的方法。那不管你从哪一个看进去啊，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存着十种心来念大悲咒，这就是对观音菩萨最好的念一下修行的供养。能给你起八关斋，用大悲心做供养，大放生，隔息修法啊，种种。但是也一希望这十种心成为你去上厕所、你去上班、你去打坐、你去生病都存这十种心。空观心，哎，无一个我咧破病；平等心，大家拢买破病，希望大家拢好起来啊。那无上菩提心，哎，希望我生病的时候承担众生苦，愿所有众生都有没病苦，为了众生我要成佛，也让众生也可以成佛。那你就用这心态。所以各位，我现在按你的讲啊，就是讲所谓的禅修观修，不是讲你停下来，停下来是更专心，但是各位要练习在动中禅。我在动的时候，但是我已经串习惯了，我等下咧思维去集中心，咧实践真正心态，咧实践去集中心。但是各位，你也要家己标准哦。六斋日那搞，你伫个厝诶，你伫个公司，拢爱表现去集中心，互别人看到，所以叫相貌。你本来脾气很不好的人，哎，本来不孝的人，你本来会骂人的人，你本来会批评的人、抱怨的人。但是我今天在修大悲咒念了7遍，我已经练习7次的这10种心。那你要给自己规定好，我给你斋日我要存这10种心。他刚刚你摸了说，我给你感觉每天都没想起，对对对，我要修八关斋啊。那当然你越想要精进，这个魔考一定会来，但是你要更小心。所以那你要把握住，所以各位还是要不断不断不断练习。那我认为各位老话都将这十种心给点点记好掉，开始吃饭想什么拢爱去想着，慢慢你会发觉，哎呀，修行好有意义，好有意义啊。所以我问各位，背这十种心较要紧，还是背大悲咒较要紧？其实是拢要紧，但是你同少也要背这十种心，你要做这十种心啊。如果你来未晓诶，那就真可惜。好，感谢各位乖乖坐听，听我讲啊。不过因为我这两天每天要从早讲到晚，我现在晚上还有很多任务要做，还有，但是没办法，一直一直。啊！但是我也只是觉得，各位呢，我都记几句啊话嘛好，那故意把这一本发给各位。那我想，事实上，我在23年前就在高雄
讲了多少次的大悲咒，那时候在龙泉寺，对吧？啊，包括大悲咒的中文，搞不好更早啊，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人可以量代币酒。但是我发觉金麦郎哦，他不会做，他认为说我量代币酒三十年，你给我讲，但是他也心没了量代币酒啊，有的吹了量代币酒，那这个也是个执着，你执着代币酒功德，但是你没有用心念，那你就可惜。其实用心的人，就刚刚讲的，用处理心修八关斋戒，第三杯六十小节；用菩提心修八关斋戒，两百万节。那各位，利用大慈悲心去集中心念一遍大悲咒，比一个散乱的人念一亿遍功德还大。还有了解吗？重点在就是，修行不是时间的问题，不是空间的问题，是你的当下的心态最重要。很多人嘛，我都哎修行师，我要来重现，我要来重现，哎，这是修行。当然还是无法度，你若抓无重点，你就去做看卖啊。像我师父跟我说，如果你有佛教的正知见，你不用去读佛学院啊。但是如果你对佛教没有这些知见，那你最好去读一读，这样，那看你自己喽，那样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你有大悲心。你念不念大悲咒，反正你的呼吸就是大悲咒。当然你有悲心，又能够对观音菩萨有信仰而念大悲咒，那这个相应起来太厉害了。当下即是佛啊，佛教讲了当下即是佛，是当下的心态，以佛心来念佛，当下就是佛。最后我要提醒各位，没安怎念佛，再讲一遍啦。当你的念佛、念地藏菩萨、念地藏经，你爱将诸佛菩萨乃至阿弥陀佛所有功力了融入在我心，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融入在你心啊。然后呢，回向的时候，或是说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哎，十方诸佛变成阿弥陀佛，融入在你心里面。然后由六个字转成四个字的时候，那。你在放电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让人人都变成阿弥陀佛，众生变成阿弥陀佛，他们都得到百千万亿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所有地方都变成极乐世界。那各位，万法皆是如此，不管你两代币就有书就心经，这些法要融入在你心里面，再从里面心里面表达出来，而且跟现代的人契合在一起。你别再用2500年前的方式去度众生，比赛现代的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、语言、动作、形式来表达？所以不能古板。就这样，各位要练习接触众生。所以我们之所以成立所谓慈悲基金会、慈悲协会，希望各位呢都去关怀。因为咱人啦，去关怀破病的人啦、善巧人，我们比较容易生悲心啊，比较容易。那你看到好嘅人，我即下臭屁，你可能不容易生悲心啦。当然，修道有空性的人，你如好嘅话，如动静你，你变钱嘅奴隶就更好。所以各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唔是你讲会听我安尼讲话，你就好。我特讲这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唔是迄意思。阿弥陀佛在你心了，没问题了，你有这个信愿。那现在呢，去老人院、去医院帮你煮饭啊。那一天我看报纸，有一对阿公阿婆开一台卡车，搁困在车顶，啊，洗身躯嘛，伫迄台车，迄种粉红色的水桶，啊，就浸在内底，无人知啊。啊，困在车顶，啊，赚的去卖肉粽，三个月钱，然后台湾走透透。去老人去残障院教因做包菜的馒头啦，安尼啦，真好食。伊将肉粽甲馒头结合在一起，啊，教迄个老人做，啊，老人嘛做啊真快乐，家去做个安尼，大家个快乐。哎，迄个菩萨哪做过哪甲因开玩笑哦，我应该人生就快乐。即马希望因囝嘛，我都得到这个快乐。啊，迄叫做阿弥陀佛，迄叫做馒头阿弥陀佛。
互人快乐，佮食素食，安尼啊，表达伊个快乐，受苦行，哎，他自己很坎坷，但是生过病才会开悟吧。所以意思讲，即卖阿弥陀佛唔是一种形象，即卖阿弥陀佛变美女、变帅哥、变天主教、变基督教，变成你要我变什么形象去服务你，那我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要把诸佛菩萨的功德融入在你的心，善巧方便，世间人喜欢什么，我们就变什么。第二种方式，第二种方式，以大悲心念佛，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想要念阿弥陀佛，众生轮回就苦啊！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阵啊，我将众生拢揪入来我心肝内底。各位，囡仔来咧哭，老母一定甲抱下就点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用大悲心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众生入我心啊！阿弥陀佛是这种心嘛？阿弥陀佛，老母咧想囝安尼啦啊！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进来升起大悲心，要安怎让众生离苦呢？啊，希望伊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用你的心将众生送去极乐世界，用你的心将众生的心进入净土。伊虽然人咧五浊恶世，伊的心的净土，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的心是关键。我们的心是众生的苦跟阿弥陀佛的连接点。念心经，念楞严咒，点灯，咱透过迄个灯，把阿弥陀佛变成光；咱透过迄个香，把阿弥陀佛变成香；啊，咱透过迄个甘露细细，把阿弥陀佛变成食物；咱透过念经，把阿弥陀佛变成声音，由声音变相。那么恨那丹那，哇！观世音菩萨84相现出来。哦，出去抖众心，就像我们在转经轮，也是两个观想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们的边边吼，哇、哦，观世音菩萨，8000万观世音菩萨，出去做代志啊，出去老人院、孤儿院，出去无间地狱，去天都，去抖众心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我们的边边吼。第二种呢，所有的众心进入观世音菩萨的心，安尼啦，然后观世音菩萨改变做。观世音菩萨将众生变作观世音菩萨，西呼西呼南无，本来是高啊，本来是贵，南无出去就变观世音菩萨，了解吗？啊，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切众生念我阿弥陀佛，出去拢变佛，去极乐世界，你只要来，出去就变佛。那各位透过念咒也可以啦，所以这个时阵爱显现地藏王菩萨。这个时尊很显文殊菩萨，但是呢，就在菩萨给化身着不一样的形象帮助。干哪，头前六色，念一下 ，Om Mani Padme Hum。那，这来的下一是天道人道，那 Om Mani Padme Hum。因为六道众生拢有法度成佛，六道众生甲佛的本体拢同一体性，所以佛有法度转化一切。将众生的傲慢、嗔恨、贪欲，乃至贪嗔痴的恶业，都转化为同一体性。所以各位，爱好众生机会，更加爱有自己的机会。这个十恶不赦、豺狼谤会、吸引欢，也本体嘛是成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没有问题。地藏菩萨但你安尼啦，他是转化。所以咱去讲做念，咱去帮助任何的人，那你都可以转化他。当一个人找到这个快乐的时候啊，他不需要再去追求世间的名利。我要来买厝，我要来赚大钱，我要来安怎安怎，不需要了。所以各位，一个18岁查某囡仔，一个20岁少年呢，伊若了解佛法，用你心，请问伊去谈恋爱没？他不需要，但是别人爱他，他有时候会接受。为什么？度因缘嘛，多利嘛。但是他心里没有无染浊心啊，他没有染浊心，他也不会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无见取心。那像各位今天读了这10样，
我该睡一定不晚晚，但是你可以一直去用这十种心去对。那这个时候面对这个事情，我要用什么心？那你串习久了，你就好用哎，你就好用哎。刚刚一个人有法度，一个人拍四五种法器，一个人过一个米大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哇，就厉害，因为他熟了。那这个修行，但是你大悲咒会这样想，这样去念啊，你用这个来念什么都一样，你用这个来读任何一本佛经，做任何一个法门，各位安尼讲啊。这个不是所谓南传佛教、大乘佛教、藏传佛教，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啊，超越了这个，因为重点是心态，这个要紧的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用哪几句话都啊，最单纯的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呼吸呼吸，啊，来去自如，不离空性。你的空性，佛陀的空性，进入众生的本体也是空性，那这就成为你的生活。那我讲过，各位讲，各位了解这些道理，这世人拢不爱看佛册啊，拢不爱去佛寺拜拜啊。但是你保持安的修行，会不会成佛？这就是佛，佛法没有高跟多或少。释迦牟尼佛讲法，不是讲你要听我四十九年才会成佛，没有。因缘成熟了，点一下，发起菩提心，走吧，阿弥陀佛。但是时时刻刻，哎，就像出家人结下出家号游行，我跟一年回来三个月，大家再精进，让对方证阿罗汉。而不是每天都在参加法会，所以我给你最后要告诉各位，同要紧的要表达，今天大家参加观音菩萨出家大悲法会，参加完明仔大家拢出家去做代志，好唔好啊？去社会、去公司、去家业、去做病院，拢无要紧。你明仔拄啊要结婚，我知影我现在要结婚啦，结了阮翁，度因全家，安尼，度完我就来出家，安尼。你不要浪费啊，因为我开始要去慈悲了，所以我参加一个大悲法会。我要改变我近未来近生命，我读一遍地藏经，那我变成地藏王菩萨了。我读阿弥陀经，那我要让所有众生都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了。那你去实践，当然在实践的过程，待人接物、面对众生，实践的过程碰到问题，请跟神地行，看佛经啊，去了解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百分之百不够。咱现在来讲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有在头壳顶给咱加持无？你气条条啊呢？啊，今日无加持着，所以两姐妹来，印光大师加持，哇，印光大师就来啊！因为再来真华长老加持，哇，中路就来啊！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有信心。当然，如果你信心不够啊。我也会叫一种会看的跟你说有来还是没来，我都做过很多实验。 我这个人是用实验在修行，比如说这人会看真的会看，我就会说话，我就在这里念，然后我就说哎、欸啊，你看到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搞原来我心念你又看得到，各位这真理哦、啊、你就知道这个会看还是没看、啊、他跟你说我看到观世音菩萨，我念他久地藏菩萨，你看观世音菩萨啊，而且这些看不到，这些目镜有问题、啊、你的心还歪去，还没清的，还调一下，还调一下，调话看到。那我这样实验，我是跟你说，也会让这个会看的人、念头决定一切、啊、念头决定一切，你敢看也要有净念、啊、我们普通时都要保持净念，所以一念佛，佛就到齐；一念大悲咒，所有慈悲的菩萨就到齐。那一边欢乐啊，心是无量的。讲叔啊，有一千个人破病呢，我无得医呢，这道几万的鬼呢，皮皮错，不离方寸唯心造，一念悲心，百千万亿的痛苦，百千万亿的魔障，一切超越。
这不是佛教跟他几粒甘露丸跟几千粒甘露丸他的功德是一样的，不能用我们的人的分别概念的数字来看佛的力量。所以各位这个意思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走到什么所在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个世间就变了啊！你走到那个水，那么喝那当然你也在念财神咒药师咒，你吹着风，哇，透过风咱的辛苦变转经幡，你念大悲咒。所以跟他大悲咒说的，你来念三遍大悲咒，水变大悲咒水，声音变大悲声，像那碰到你的辛苦跟他阿弥陀佛变好，你念二十一遍阿弥陀佛变好，还能对你的细胞、你的声音、你的影，像跟你握手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。所以希望各位了解这道理，对明仔再开始拢去做菩萨，好唔好？到一天嘛，挥发，哇！我这个大悲咒烟呐、啊。所以，咱起码真要紧，你起码啉水啊，拢卖个啉不完。你一个大悲心的人，你这个嘴念个大悲咒的人，吸到的嘴暖，吸到的水，老贵滴啊，滴出去，安尼啦，因为有加持。你的头脏，毛发都离众生，因为你袂使讲啊，我是一个凡夫。因为你有大悲心，就跟每一个佛合为一体，很简单。所以你所应该的东西都有加持，你所行过的所在都有法度帮助众生。所以各位要用这种心去供水，去供灯，而不是它数量多还少。你每一次每一次供个灯，默念观音菩萨，默念地藏菩萨，默念阿弥陀佛，百千万盏灯，把人都没念，我来念啊，所有世间的气化，今晚这些气化以后散出来的空气都是大悲咒的加持。学生在这边打球运动啊，这个树会氧气给他们，这个风，这个土地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加持过，而且是永恒的，佛性是永恒不间断的，超越一切的。所以你有这些信心嘛，你走到每个地方你都会念，你都会很认真。好，最好能够背一遍，我们就要回向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来，最后念一下啊，麻烦这本等你来看完，好不？很简单。然后当然还有一本比较多的，比较多的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更了解了。来，观世音菩萨言，大慈悲心是平等心。是无为心，是无染浊心，是空观心，是恭敬心，是悲下心，是无杂染心，是无见取心，是无上菩提心。是当知如是等心，即是陀罗尼相貌。啊，你读一遍以后，你就坐一下，开始念，大悲咒是。大慈悲，你开始背可能背三个，安尼啊，慢慢背四个，然后到下昼呢，暗时背六个啊，暗时要困，十个拢背起来，安尼，然后慢慢你要用，所以修行还是要老实啦，所以而不是要求多，不是求多，而是求深入。一粒球哈，你插一个针，拢会到个中啊落去啊，不要说我什么都要懂，却什么都不懂，安尼。回过头来，所有的万法都是为了念一下调伏内心，记得念出来念在心肝里面、啊、你不可以说我念那么多我怕我们听我的话、啊、你去烦了你，因为你用一个烦恼心在念，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处理，放下专心念阿弥陀佛念五分经，然后心平静，佛力加持，来个恭维，我赶快了，佛力加持，不要用烦恼心啊！每天花一点时间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大慈悲心是平等心，是无为心，乃至你回去，再跟你母讲一遍，再跟你儿讲一遍，你就背起来。妈妈，大家那念大悲咒哦，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当然，我要跟各位忏悔，我解释的不圆满，但是各位现在有网络啊。有很多善知识在解释大悲咒观音实心，
啊，那么还有学术理论根据写得非常完整，但是重点是你拿来用，啊，乃是念大悲咒的功德，乃是等等大悲咒的。